你好。嗨，你好。杜姐哈，我讲不清楚了，我就是那个苏有先生。我知道许先生。今麦甲老师做一个说明一下哈，你今麦看到个新买大大个哈，我是今年二月才种个新栽啊啦。啊，再来就是讲种个本来拢水水嘛，啊，我就有去申请一种咱三角班的补助的肥，个有机肥啦，啊，卖讲打一支啦哈，但是我迄140。啊，我去个下16包，等于讲少一包20公斤安尼啦，300外嘛吼，安尼。可能唔知是去叫咸着啊米，啊有诶是甲讲迄米迄是即摆落雨吼，啊你都下肥，是一种疫病安尼啦。好啊，即个算一部分啊，就是讲新买大大即个一部分，啊倒来就是一个咧讲咱看着伊个老朽迄吼。种也是我进前，我种的已经7年8年啊。啊，进前有甲你用迄个龙鳞进去。啊，伊但是伊即马，伊顶下迄边遐向天空迄种较袂，就是侧下无边啊。较皮片的迄吼。拢有一挂像我翕到迄种像树，较细树啊，但是拢就黄化安尼。啊，但是面顶遐个枝吼，正常，无安怎，但是甲边啊下拢安尼。哦，安尼袂紧。奇怪，那甲边啊啊，但是。生性比较无安怎啊？但是伊迄年过可能7年外啦。系啊，安尼，请大老师都做一个分析安尼啦。系啦，每个是31。31号。31礼拜啊，拜六。礼拜六。拜六哦。嘿。如果我跟太太若要去安尼咧。会使啊。欢迎。我头拄卡咧632469遐。嘿。拢讲化妆了。哦，可能老卡是不是讲话当中啊？是安怎？我妈妈在，我等甲报。不要紧，你的迄、那个，你的名我记的，我你的电话我有看，我再甲你联络。安尼遐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来。这个咱先为老宅这先讲哈，老张这部分呢嘛是爱设计哈，因为这是一个足典型的。这个利库病的这竞争，因为这一章内底有一话吼，这巴拉上惊就是惊这种物件吼，所以你也是爱小细致些，因为这一区内底那差不多1/3吼，有钓钓，这差不多就会当宣布讲这区爱搞起来哈，得全部爱改这个啊顶头来哈，这都家这利库病都叫共轨，所以咱底家都无个重复哈，因为这确实是有这个利库病的这个可能性哈啊，所以这个你可能爱稍注意一下。这叶啊是无变细叶，但是呢，这做标准的这竞争哈，尤其啊，你有一张相片，那边真好势哈。这叶啊下骹有一半叶啊是红的哈，啊，咱若看到这种呢，拢通常的这个开始都一个这警觉性哈。这通常黄叶也唔惊哈，对，黄内底有一半叶啊是红。红叶吼，这叶啊翻红，那种缺磷这种呢，这是一个利库病做标准的一个竞争吼。啊，至于讲像这个新红出来的时阵啊，规个白苍苍吼，那是下骹叶啊正常，干那新买白，咱会判断讲伊缺铁，但是你这不是哦，这下骹叶啊红红，所以这个还是利库病的几率上很大吼，所以这可能爱稍细致一下呢吼。啊，另外一个话就是讲，这个叶啊吼，小花褪色红的这种吼，这个因为你的边缘吼，也主要是顶红点吼，这在咱啊巴拉内底上惊的是这种物件吼，所以这个还是利库病的这个竞争哈。至于讲这个幼崽啊这种这啊，这个讲疫病。不太容易断定哈，这我看起来是较无遐尼啊一个，但是我是感觉讲这是不是根有去伤的哈，这个还是有可能哈，所以这个大致上你讲要判断讲是一个疫病哈，因为巴拉的这个疫病呢啊多数然后咱看会到的这个所在呢，通常这个伊的感染的一个所在通常是新红哈，新红是有可能哈，伊会小我钓钓，啊小我安尼连。啊，你啊变 OI 安尼有可能吼，这通常那是新红一部分呢，
啊，咱咧看起来是有一个这个疫病的这个可能性，就是讲啊，这有你有两张、两三张相片，这还蛮典型的，包括啊，有一个有小块臭大啊，叶啊。啊，看不出来是红的，但是应该乌身这种哦，这种真有可能是这个疫病的这个竞争，啊，这喷喷的会好了哈。但是呢，这个疫病咱通常是呼吸快得灵哈，呼吸最快，这个快得灵哈。啊，有的用塞唑灭、达灭芬哈，达灭芬加这个这个有的人加百克明哈，我是感觉用亚托明的就好用的哈。啊，凡沙克爵哈，反正这类的这药啊，这巴拉的这药啊。在这个疫病里面啊，所用的对的这个药啊，咱稍来改这轮流用药，因为落雨多，伊这主人就较容易。啊，你那是有稍改做控制，因为这上好是用管的哈，啊，管个抓，吼啊，管个抓一遍啊，安尼来的速度就足紧的，吼，你恢复的这速度就足紧。啊，伊遐边啊下骹两面就个回起来，吼，所以这个是有可能性。啊，不过就是讲，因为咱有落肥吼，落肥的这关系加上你即马是拄啊好落雨，伊迄那是没有很完全发酵的时阵啊，伊的这个发酵可能会加速一寡这病害的这产生，这个是有可能性的哈。但是你要改啊，确定讲是肥去伤着很难，因为去验的时阵有可能你验着疫病，啊验着疫病就算咱衰啊，好。你就让大家啊，这疫病啊，这断定没办法啊，不成立哈、啊。所以通常啊，真侪这种有一挂这纠纷的时阵呢，不拢会建议讲啊，大家平心静气哈，啊各退一步哈、啊。这有些咱竞争时阵上不管你去度掉的这种情形哈、啊，啊这个很难免。有时候这些物件，尤其有机肥这种天然的这些物件，品质就不稳定哈、啊。啊，所以你在用的时阵，这个疫病哈、啊，你稍注意一下哈、啊，这个塞唑灭哈，塞唑灭胡塞快得灵哈啊。是讲这个达美芬啊，加这个亚托明啊、哦，这有件炭疽病的这个东西发生，所以你用这个亚托明哈、哦，还是讲啊，因为这钢质类的这药啊，亚托明、三佛敏、克苏辛啊、哦，这拢是钢质类的这药啊。啊，咱会当来改这个小轮子哈，啊，当然有的人就就爱用百克敏的啦哈、哦，啊，我是觉得还好哈、哦，这。啊，百克敏呢，当然是伫炭疽病的这部分，这还不错，但是医生性较差一丝丝啦，啊，所以这里要小知影者安尼，啊，但是小做者这处理应该是会使，但是老灾迄部分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，啊，这老灾啊这部分这。真侪真有可能吼，这个几率上蛮大的，所以该处理也爱先处理看卖者，因为伊那是拄开始的时阵，凡是咱记掉的好去啊，伊都停伫迄个所在啊，通常几率不大，但是你也看一位较紧的吼，比如讲伫一个咱巴拉，比如讲咱老三位吼，三位这个。啊，组织出来哈、哦，这个、组织啊，组委出来三位，其中有一个组委的内底一个幼儿啊，有看到这种竞争，迄几个组委吼，全拢给拆掉啊、哦，不是讲拆迄幼儿啊，几个组委全给拆掉，变老两位起来的，哎，把那咧大足紧，所以你连讲个那是无死，咱个补一条出来，也长得大个真好势哈、哦、啊，其实把那吼，这个那堵水哈、哦，所以你这可能这个种的这个所在呢。哦，较早可能是破产，啊，而且较无下水，较无遐好势，土地阁无打破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伊迄虽然落雨，你看伊咧打打，但是雨落下骹拢澹澹，啊，那这种情形就容易啊，造成这个痢疾病会阁较严重。我、哦、就讲、是，伊迄土下底不是澹落落。哦，你啊看人咧种哈，并伫这个高坑这家咱啊桂林这家这桂林这边这有好几个啊好朋友啊，我看因咧种诶，这个芭拉因咧园吼，因为虽然是较早是原来拢啊，这个较早嘛是种水稻，虽然是山顶，但是因为人伊下水下来哩吼啊，尾啊因慢慢原来用挖坑诶，用各种诶这個方法，用有机肥安尼吼啊，这个芭拉排水下了真好势啊，是伊讲啊，这较早咧破产足连回拢无。水哈，拢关水关袂掉啊！关水关袂掉，伊即马种芭拉呢，芭拉拄啊关水关袂掉上好哈。啊，所以落雨了，一困啊点咪啊，即、這个西北雨落了，人伊雨停一点钟过，就当雷横林做工过啊。
好啊，所以伊下水下的离都不要紧，所以巴拉可能是，那是要个定正哦。啊，土鸡迄个部分就是，咱咧讲的土鸡就是这离底层哈，国语叫离底层，台语话叫土鸡，话叫土鸽人，话叫牛大战，因为牛呢啊，常常底下拉拉拉拉巴尾啊一个所在，以前不是牛拉的，迄就是咱进前布产，啊，因为一种最咱的，因所以迄个分力哈，分就是土个一个啊，这个分数的迄个分哈。分力，分力就是表示一个较油的迄个土粒啊，较油迄土粒啊呢，因为甘水爱就慢慢慢慢，咱拢无去啊拉叮当吼，所以这物件慢慢慢慢伊就沉降，爱降低下卡，降低下卡。啊，咱即马人伫顶管咧做工课啊，啊，咱安怎犁拢犁伫土下面25公分尔吼、哦？你看迄较大只花咧啊，伫遐胖其实。啊、哦，除非用深茎犁，啊，那无你若讲用灰砖犁，种咧胖咧，25公分、30公分都已经，大不了30公分都已经算足胖诶吼。所以通常拢伫一粒较低一丝丝啦，迄个表面底下咧耕作，所以差不多是45公分到60公分的所在，伊个一圆吼，你也是用凹诶凹一个断面出来的时阵，你就看到，哎、欸，一圆，迄圆的色合拢无同款，一种叫做土鸽圆。所以咱一般来讲就是讲，啊、改落坑，还是讲用即、這个要整进整用。怪手给压压吼，甲迄个压一空较大空的，啊压一空较大空的，甲佫甲伊即个回填哦，登去啊人工种伫迄个附迄个附近，安尼迄个土鸡咱就甲伊拍破，啊拍破了啊，就较袂有这种地水的这情形，这互你小知影者安尼吼啊，即、這个立夫病的这部分你一定爱做好一个即个防治啊，咱伫落雨天的时阵每一个礼拜啊，最少就是6公斤的这钾肥哈、啊，氯化钾。哦，卖个用硫酸钾，拜托啊！氯化钾少补者补者，虽然你未打，可能效果无同遐尼好，但是呢，流失的钾嘛是足大，所以你少补者应该是对于有正面的这个帮助啊。